我叫黃子軒 Wilson， 而家26岁。嗰時14岁，讀中三，翻咗一個禮拜之後就冇翻學。九月開學，學生哥都重返校園，但係根據教育局嘅資料，過去幾年每年平均都有1600个小學同埋初中生轉學。十年前淨係得1300个嘅咋。升咗上中二之後，就開始係覺得翻學好似冇乜嘢學得到，冇乜意義咁樣。一開始可能一個禮拜一兩日，去到可能就嚟學期尾，可能成個禮拜都冇翻。我中意學嘢嘅，中意問嘢啊，中意去了解多啲自己唔識啊、未聽過嘅嘢。佢記得有一次上翻學堂，老師教食物包裝袋入邊嘅係氮氣，佢舉手問點解。但是老师只是用书上面的内容答他而已。当同学可能问一些比较多了意外的事之后，他不会去解释得特别多，是当然有失望。当书本未必可以涵盖到 的知识的时候，学校怎样可以做多一点去帮到一些学生去学多一些事。其实这个都是我觉得是一个，就是教育的责任在这里。他成日不上学惊动了很多人。學校都緊張嘅，訓導主任有關注啦。咁教其實都有打電話嚟，即係講緊係唔得嘅，一定要翻嚟，如果唔係犯法啦。其實對佢係都好大壓力嘅，即係我成績都唔係差。咁所以對人嚟講就係點解會咁樣呢？即係大家可以話係冇嘢講咁滯，翻到屋企咁佢咪食飯、瞓覺，咁起身即係純粹住埋一齊。冇翻學之後 ，Wilson 開始報讀電腦課程，兩年之後仲揾到一份做 IT 嘅工，媽媽亦都慢慢接受。十七八岁咁时就去咗报 OU 大学。佢一直半工读，四年之前仲开咗自己嘅 IT 公司。社工系教授 Dr. Lau 喺2003年开始学童辍学研究计划。佢话 Wilson 嘅例子好典型。我好奇怪嘅，我个 project 系专收到嗰啲系 Band One 中学，都相当出名嘅 Band One 中学嘅学生，操行都唔系曳噶。有些是比較 critical 的，他們對一些制度上的東西或者是一些課程上的東西，他們會問為什麼一定要限住我們是集中要是討論課程裡面的東西，我不可以問一些課外的東西呢？他們會覺得漸漸跟我學校的系統格格不入。 Dr. Lau 利用公餘的時間輔導學生和家長，幫學生建立自信，讓他們了解自己多一點，明白自己的處境多一點。只要我有办法令他看到他的努力如果放在哪里会好一点。